晚安。Hello。嗨。Hello，晚安大家。今天很美啊，真的吗？我刚刚洗好澡，然后，我洗好澡，然后又好好吹头发。所以头发看起来可能比较，头发看起来比较蓬松，因为刚洗好，穿了个睡衣就直播啦，很可以吗？穿睡衣直播，最后一次直播可以开久一点吗？看情况咯。看情况，也不是最后一次啊，我之后可能还有机会还可以播的。Hello，今天比较晚开耶，会不会比较对你们来说比较方便？今天不算最后一次啦。哦，好啦，今天是以 AKB 名义最后一次。哎 我来放个那个什么。吃晚饭刚刚好，哎，他为什么不让我？来，随意送礼入群。为什么会现在进粉丝团？我最后一次哎，谢谢谢谢你，谢谢你开通，进我的粉丝群。可是我最后一次。哎呦喂！今天是最后一次了吗？是我以 AKB 名义直播最后一次。之后还会啦，之后可能带你们出去逛逛、走走。哼哼。欢迎加入。嗯，这边能用呢。是的，要开始求职了。随意送礼入群啊。晚安，Hello。对，DC 的连接，最后一次直播，还有。哎呦，大家都要去问问这个最后一次直播吗？最后一次，最后一次以 AKB 的名义直播，应该是这样子，这样子讲。我怎么可能最后一次直播？那肯定还有可能开直播的呀，对吧？
所以不会是我的最后一次直播了，放心。只是下次可能会等到，下次可能会到月底或者是下个月才会再开吧。再浪吗？这个我没想好哎、欸，我没有想好我要再浪还是哪里，反正再看看吧。反正你们就入群，我之后有什么消息我会在那边讲。之后还没有决定好。嗨，晚安。再集最后直播，对对对，再集最后直播。IG 或是别的管道，应该不会用 IG， 我都不知道我那个 IG 名什么时候可以改成功，应该不会用 IG。我觉得最有可能就是继续用 LINE 或者是 Twitch 吧，我也不知道，反正可能反正不是 LINE 就是 Twitch， 基本上我是这样子想的。嗨嗨，青雨 ，Hello， 这个月工也是，嗯，是对，这下哎哎这周、哦、这周六。嗯，这周六公演是我最后一个、最后一次公演，对，最后一个 AKB 线下活动。嗨，晚安。IG 不直播不太好用，你不办备用 IG。我看一下情况吧，看要改多久啊？如果真的，如果假设一个月了，他都还没改好，我可能就开一个备用的吧。你公演都练好了吗？差不多了啦，还要练，还要继续练呢、啊。反正肯定是到公演我结束为止，都还要练习的。take IG 官方改名，可以啊，你们方便的话可以，先弄个备用 IG 哦。我是想说，我主要的消息啊，或是我要干嘛干嘛，我都会发在我的那个 DC 群里面，所以其实有没有备用 IG， 我觉得是没什么特别影响啦。反正有什么消息，我会发在群里啊。应该不可能改不到吧？应该不可能改不成功吧？只是时间问题了。布丁，哎，他有开备用 IG 吗？他是不是没有开备用 IG 啊？为什么要不开备用 IG？ 什么想改的名字？你在……哦，好，我在 DC 说，太相信 IG 改名想不？嗨，晚安，晚安。那个入群连接。再发一次。哎，最近真的是又冷又热，好烦哦！又冷又热的，就是吹到风的时候就很冷。像我今天出门在外面吹到风就觉得很冷，好像现在没有吹到风又好热，又开始有点热，好讨厌。真的又冷又热，一下冷就是，对，又冷又热呢，好讨厌。中午热，早晚冷。哦，我现在是我如果在窗户边，我就会觉得很冷，但是我现在不在窗户边，我就觉得有点热。
那个随意送礼哦，然后就可以入群。那链接会被洗掉，哎，好，有点讨厌，链接会被洗掉。算了，我时不时贴一个呗。回到新竹，今天回到新竹觉得凉凉的，过阵子就觉得热，就一下热一下冷的，好讨厌。现在就觉得有点热。毕业旅行没有？哎，哦，毕业旅行哦，有考虑。用贴纸 po 链接哦，可以吗？哦，你是说直接打在弄在这？哦，这样子吗？我有考虑要出去玩一玩，就之后，出去玩一玩，然后拍拍照，拍一点拍立得，到时候那个会员群可以抽奖。好不好？好不好？我怎么记得之前？我记得之前浪可以贴照片啊。为什么没有照片可以用？为什么没有照片可以贴？奇怪，找不到照片。哎，我居然有个道具！我相信你，我30了。奇怪，照片在哪贴？我为什么记得以前可以贴照片的？我玩很多了，哪有啊？我没有玩很多。去韩国不会啦，我觉得我应该会去日本玩，考虑有考有有这么打算。哎，谢谢 ，Hello，Hello，嗨，伯承，谢谢伯承，要让会员才可以贴。哦，我没有会员，我还没有，我没有会员啊，什么嘛？我以为我会员呢，这是，我来看老半天。IG 自介，啊？什么 IG 自介？啥意思？You want go with me? Are you sure? 你来帮我拍照，要不要？跟我去，然后帮我摄影师。哇，谢谢。谢谢夫妇猫的爱，永恒的爱。谢谢夫，谢谢猫儿。哦，就骗啦。嗯哼，日本玩一玩。啊、哦，以前是上庭送我的会员，哈哈，哦，难怪呢，我就想说，我以前贴过呀。November 啊，可是我预计12月去的。你们这边这个链接应该是不是点不了？贴纸上这链接能点吗？点不了呗。需要我再发到
那个吗？聊天区吗？还是没差？哎，最后的公演了耶！其实我还蛮期待的。IG 之间，哦，哎呦，有点性感，快点遮住。IG 没有完整的，哎呀，那算了，我还是发这个嘛。哎，发了吗？没发到，16没有啊，怎么可能跳那么多啊？要我老命啊！真的是，哎，他不让我发嘞，为啥？我发太多了吗？哦，已重复，他不让我发链接，为啥？哪里有性感？我刚刚把头发撩开，好像感觉有点不宜儿童观赏。现在贴，我现在也贴不了，我现在咋贴啊？现在哪贴？现在贴不了。我可以再开一个贴纸吗？让我 try 一下。啊，不行，算了。Oh no, why? Why cannot? 啊，随便，这里都大人。自己都成熟大叔了，所以我可以把头发撩开，是不是？有一等等，少儿不宜，不 OK。那他不给我发链接，搞笑、哦，为啥啊？吼，嘿，太过分喽！很讨厌，真讨厌！哼，肩膀是好东西。我要怎么到我的主页去呢？啊！我不知道我怎么贴，好难贴哦。啊，好讨厌！问一下未来打算，未来啊，找个工作好好的做，找个正职啊，真的要开始赚钱了。我真的是，我现在只有花钱，没有赚钱，太惨了。不行，不能继续这样下去。开始挣钱，开始挣钱了。我的未来打算是挣钱。目前求职顺利吗？不太顺利，没有啊。我目前暂缓了一下，对，因为在思考有没有其他的，在想到底有点想说试试看另外一种，不是公务员啦，没有要公务员。我靠，这个。创业没有啦，我在哎呀，之后群组之后真的有决定的话，群组再跟你们聊。反正我主要还是会，我不要嫁人 ，no， 我不要，我 no 啦，怎么可能啊？硕士学历不要拖太久，当然了，我知道。不是，哎，我之后群组跟你们聊啊，哦对，然后如果你们问的是关于跟你们的那种，就是跟你们有什么未来还可以什么活动什么的话，嗯，目前是有一点想法啦，有在兜圈讲了。
兜圈的人应该都知道。不要工作就有钱，谁不想？我也想。反正就先入群吧，之后会，我还有一个，看我很积极准备哦，很积极准备吗？哈 有啦，有在研究啦，稍微研究一下，毕竟不可以，也不能让你们，不能让你们失望，对不对？对不对？到时候如果我就消失了，你们会让你们失望，不行。你看，我很宠粉的，我不能让你们失望。今天没有化妆啊，今天没有化妆，今天只是洗好澡了。今天没有，怎么可能化妆啊？我在直播化妆的几率是多少？我在直播化妆的几率可能五十场化一场吧。我怎么可能直播化妆？就是洗好澡才很赚啊，洗好澡就啊焕然一新，所以很赚。不想自己办活动，我也没说我要办什么活动啊，但是就是，就是反正我，DC 群主要会有两个，一个是就是这边我现在放的嘛，你们可以直接入群。然后另外一个是有会费的那种，要付费，就是像兜粉那种，会就是付费入群那种。对，然后入群当然就入群群主当然就有会员专属的福利嘛，像我的一些我可能搞个线下的，可能线下的餐会啊，或是见面之类的，反正这种都肯定。是只专属给那个有入会的人报名的那种，对，就是会有一些会员专属，还有一些我可能出点商品啊，或者抽点礼物什么，当然主要都会是给就是有入会的会员这样，大概是这样子，那个丸子很像不丸子，我知道，我知道，我要怎么办？谁能帮我发呀？他不让我发言呢，他不让我发言，谁能帮我发？气死我！这样呢？这样完整吗？直接放这种？这样完整吗？有吗？行吗？这个？有了是吧？哦，完蛋了，那这样我的国字就没了，讨厌。这样 OK， 我真聪明。偶尔会上来直播这边呢、哦，不知道哎，再说咯。这边或者是 Twitch 吧。哎，问你们哦， Twitch 是一定要打游戏吗？哦，不要 HTTPS 啊。啊，真聪明啊！你好聪明啊、哦！你好聪明。完美，就这样吧。入群，入群，入群。不一定，没那么严格的样子。也有聊天，泳池是什么？
我不要在 IG 直播，我不想用 IG 直播。可以有聊天，泳池啥、啊？泳池是什么东西？退去。那我开个退去。我看好多人都用退去，为什么？比较好吗？IG 会改新名字，我也想改啊，看我什么时候能改成功。我在尝试改了。泡在泳池，真的、哦？泡在泳池里直播，还有这样子的，酷、哦，酷哦！不打游戏或实况播，用浪就好。哦。反正我不会，我的重点不在直，我不是这样讲，应该说直播就是偶尔啦，不会说很频繁的这样，直播就偶尔，直播太花时间，单纯聊天，之后再看看吧，可以。偶尔 DC 不是也可以聊天吗？不是有语音吗？我还蛮喜欢我这个弧度，我还蛮喜欢我的刘海有点就是很自然的这样，好看耶。 DC 也是可以直播哦，真的 DC 可以直播。我只知道 DC 有语音功能，连结过期，我靠，也太快了吧，太快了吧，就这样就过期了。我，OK， 这个新的试试呗。哦，哈，还是用是电脑才行啊 ？DC 用电脑而已、啊，打电动用兔机，声波，对啊 ，DC 有声波。这个链接可以吧？试试。谢谢朱莉安的玫瑰，可以吗？的链接，啊，可爱，我也觉得，好、啊，只看到 TK 才，为啥呀？我的天哪，这什么来？东西啊，就这样子呢。这样比较好，真的是难搞。哎呀，你平时也是素颜出门吧？对啊，我不太化妆的，我这个月还没化妆。我上个月好像也没化妆，哎，我上个月哦，我上个月，毕业典礼化了妆，然后就没有化妆，对不对？我基本上我没活动就不会化妆。出门都素颜，对啊，当然了，
很麻烦的化妆。其实我最讨厌的是卸妆，我觉得卸妆好累。十月公园最后一次，是的，嗯，最后一次手牵手公园。你有素颜出门过吗？我一直都是素颜出门呀，我去练舞也都素颜。我只有有活动的时候，或者是就是参加什么活动，一定要拍照的那种，我才会化。怎么了吗？你们怕路上遇到我素颜，我不让你们拍照是不是？哎，我素颜不可以拍照，你们要就赌运气，你们运气够好的话，就可以碰到我化妆的样子。对，如果你们真的运气很好，在我有化妆的时候碰到我，那没问题，可以拍照。那应该很难。几率很低，对吧？我可能一个月化一次妆。你换好，那你好啊？我换好 IG 吗？我好换 IG 吗？嗯？中头奖，中乐透几率会不会还高一点？会哦。素颜很正，没办法跟素颜你拍照。哈，我要藕包，我要藕包耶！你们要跟我拍照，就来参加我的餐会啊！哈，连接还是被挡哦，这也太那个讨厌了。真的是你，现在可以录取吗？录啊，链接在哪？你的偶包在哪？哎，我有偶包、哦，素颜拍照很怪耶，我不要，不要素颜拍照，你来参加我餐会。然后我来卖那个拍立得合照，卖合照。毕业后你不会在这里直播吗？哎呀，不知道哎，有可能会啊，也有可能不会。都素颜啊？那你们先遇到我再说吧。我很宅哦，我很宅哦。你确定你们遇到我吗？我很宅耶，我基本上也很少出门。哎，强大森遇过我耶！突然间想到这回事，我好像就真的就对，就好像就他跟我讲他遇过我，好像就没有人跟我说过遇过我。我太高了啊、哦！在外面遇到我，哎，遇不到啦，很难啦。哦，对，但是大高铁，那是因为都是有活动，所以你有遇到我。没有活动的情况下，应该不太容易遇到我。我又不常在台北，我又不怎么不会在台北晃来晃去。很难遇到我吧，除非你们要在新竹晃来晃去，那还有机会。来回都有遇到，真的假的？来有遇到啊？你没有跟我讲，我没有发现，我只知道我回新竹有遇到你，很宅可以上来这里跟大家聊天。你入群啊？你为什么不入群？
为什么不入我情？月台上擦肩而过，真的假的？没有，你没有跟我讲 啊？我有化妆吗？那个时候 我有化妆吗？哦，我都不记得了。谢谢秀泽，赞，入群呗。去的时候素颜，那、啊、你还认得出我？很明显吗？啊，哈哈哈！我素颜哦，真是的，可恶！哎，可恶，素颜被你遇上，回来的时候超级漂亮。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素颜的时候很丑是不是？我去的时候很丑，回来的时候化了妆很漂亮是不是？哎呦，只有回来是超级漂亮，素颜的时候不漂亮。这个人可恶，果真外貌协会。就喜欢化妆的，去的时候漂亮，回的时候超级漂亮。哎，我素颜你怎么注意得到我？我素颜你还看得出来，你还认得，就是你还可以，第一时间就发现是我，是因为很高的关系吗？黑魔女，黑魔女装，哈哈，穿铺满，好认的是铺满。能遇到素颜的你会，我会呆住。那你遇到化妆的我怎么办？当场去世，穿和服啊？对耶，我还有一个浴衣，好久没穿。隔年买了一堆胡麻的东西，真的，你穿呢？都没看你穿。哎，升级耶！谢谢福猫。可是我都要结束，都最后一次了，你们才升级，你们才在加入，都最后一期的。哦，我这边的头发，好扁，好不蓬。我来夹一下我的头发，好不好？看你直播需要机缘，加入我的群啊！在高铁遇到你的那天，是我粉丝生涯最幸运的一天。差一个月就可以升到一级，哦，到明年2月啊。来回头遇到海椒彩带，哎，那你真的很幸运那天。对啊，DC 群啊，我不入群吗？我会在那边发通知啊，就是如果要开直播还干嘛的话，
难哦。我还是一直很不会夹头发。我真的超不会夹头发的，都是难啊！人家他们到底是怎么夹的那么流畅的？为什么夹的好不流畅？头发不快，发质不错，你隔着荧幕你也看得出发质不错。嗯，那要夹得不好，好讨厌，哼，讨厌你。总之，你们先入个群呗。有事的话，有新消息再说。没头发也可以烫一烫，烫头皮耶！哎呦。这样子，你要把他仅剩的头发烧掉了。染头发不会。我不会染，我不要染头发了。我觉得我还是黑发最好看。我觉得我深色的，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适合深色。不觉得吗？你们不觉得我还是黑发最好看，最适合我？黑长直不一定长，但是会是黑。黑发很棒，我很羡慕。哎呦，你怎么那么讲话那么甜？黑发适合，对啊，我觉得我的黑发最好看。你们看过我浅色的头发吗？我第一场活动是七月公演，对不对？哦，我七月公演就已经，哦，我七月公演就已经染回黑色。对啊，上班还是上班黑色好一点。我有染浅咖啡啊，你没看到吗？我有发 IG 啊，限动，我有发 IG 限动，你没看到？你没有好好关注我哟。哎，你都没有好好关注我，你这样不 OK。为什么没有关注我？我想拿个。哎呦！我拿个，你看，超漂亮！啊，漂亮小夹子，要漂亮小夹子。你看，是我喜欢的紫色哦，是紫色的，我的漂亮小夹子。我来夹一下夹子。有喂，啊，就这样吧。你漂亮小夹子，
哎，芋头，哎，芋头，这不是我亲爱的芋头吗？之后要去哪工作啊？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在，哎，我也不知道，顺其自然呗。找到了再跟你们分享。迟到50分钟的芋头。芋头，后面两个字不用讲啊，所以臭芋头，所以臭芋头讨厌，后面两个字不用讲，所以是臭芋头。嘿，臭芋头。你是他今日份的快乐。Hello， 草莓酱。顺其自然的找工作，对啊，顺其自然呗。今天都没有玩什么好玩有趣的事，那你为什么不快点来找我？你太可恶了。芋头，强哥，对啊，强哥嘞？强哥去哪了？他不理他，真是。对啊，你不讲我都忘了，他还没来。你忙着想我，然后不来看我，你搞笑啊！哎，芋头这种人，芋头这种人就是不讲理的家伙。跑步，有可能吧。对，他好像都要跑步。地下室，有可能哦，还有可能哦，可恶，地下室跑步。人家好了，人家在地下室跑步，你在地下室犯花痴，哈哈。他真的好自律哦，每天跑步哎，我做不到，我跑一下我可能跑个3天，我就啊，我不跑。芋头应该是刚离开地下室，好，你是吗？你是这样吗？呵呵，这样啊，唱歌也对啊，怎么躲地下休息一天啊？地下室太昏，为了我休息一天啊，为了我休息一天，你还迟到那么久？你们？还没进群，快进群哦！我不见得会宣传，我不见得会发 IG 哦。你们要尽快进哦！迟到是我的人设，你这个可恶的人设。明天他就要去地下，我想也是，你就休息今天嘛，明天开始要去。哎，你真的很爱耶，为什么？我都没有，我没有参加过，什么感觉？不要聊，为什么不聊那个？大家明天开始想你。
明天开始，哎，我明天，哦，哎，你们连假4天呢，有没有干什么啊？挂台，没事啊，OK 的。你们连假4天没有干嘛吗？有没有出去玩？有没有去哪吃什么好东西？谢谢秀子哦，赞哦。有去玩水烤肉啊，玩水烤肉，好好哟。烤肉，你去哪呀？哪里玩水？很忙的项目。明天会去学校写论文，好辛苦。啊、哦，你只有星期五放假啊？为什么六日没有吗？淡水，哇，出去玩呢？啊，你现在还在淡水吗？还是你回新竹了？没有出去玩，我今天去苗栗呀、啊，我今天去苗栗吃了客家菜，我今天去苗栗吃客家菜，好吃，吃得好饱，高雄都蛮的。你出国，哈哈哈哈，苗栗，照片都没拍，我今天就是纯粹去吃饭，没有拍任何东西。我连食物都没拍，我就是吃了饭，然后啊，吃完吃饱了回家，玩完早上高高回家。可是明天不是还放一天假吗？明天还放一天假，你这么早就回家，单纯享受，单纯吃东西，单纯去吃东西，什么都没有拍，单纯吃东西。嗯 单纯去吃东西的，好吃哎！我喜欢那个咸蛋豆腐，好好吃哦！我还点了鱼，蒸鱼，好好吃。明天后就没有一阵直播了，就再也没有放假的感觉。你少来了，你少骗人了，我不相信你说的话。芋头真的是，芋头怎么了？芋头为什么？怎么那么厉害，可以做到每句话都让人生气？你 下礼拜工作很硬，加油，加油！台中有烟火，为什么台中有烟火？不管吃什么都拍，当然啦、啊，你当然都拍啊，你。你跑地下也都拍啊，拍立得狂拍啊！没有放假，每天冲地下，每句话都那么会说话，每句话都那么的讨人厌。你们会不会觉得我头发太长了？我是该剪了。我其实最近在考虑剪头发，这太长了，长到这边来了，超长的。头发超长的，我觉得我现在头发超长。带 了乌卡吃客家菜，离太远了。他现在住台北，长发很好看，有点长。对啊，我也觉得我现在头发好长，我在考虑点剪头发，但是我应该不会那么快剪，我应该会。等过完冬天，冬天好冷哦，长头发比较保暖。过完冬天，嗯，明年变热的时候，我就会剪。四单公司长那样，四单哦，嗯，应该会长一点，会再长一点，应该会再长一点。我觉得我现在。不留那种刘海，我要留长一点就好看。那么冷还穿吊嘎，没有啊，不冷啊。谢谢吉米豆的告白气球。而且我这是可爱，我这是好看的睡衣，好吧，拜托。哼，你不懂，你不懂哎、欸，不懂别乱讲啊，不懂就不要说话。不懂就别插嘴。我这是好看的睡衣，好吧？
它才不是普通的背心，它是好看的睡衣，它明明就很好看。哈哈哈，它好香啊！对你就要这样子，对你就要这样才有用，不然你都欺负我，那欺负我啊，对不对？哼，每次都欺负我，好讨厌。对啊，被说的那个样子，好看的睡衣啊，不好，明明就是那个修身小背心，修身睡衣，好不好？好，被讲成这样子，讨厌死了。你看吕冠每次不对，他改名了，芋头每次都这样，讨厌，展示表，我不要。刚刚有人贬低我的睡衣，不展示。男人，你成功引起我的注意，臭芋头耶！我现在还穿短裤，还蛮热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应该蛮凉的，但是我觉得我房间好热啊！为什么房间这么热？楼下感觉讲几句好话哦。我赶快的去花，想说，脑子出来，芋头没脑子了，对，芋头被煮烂了，真的是讲话都有问题。好看，不展示，你要展示，为什么要展示？你进去你就被禁言，那你自己不发言呐、啊？你快点发言啊！你们好啦，对啊，你们快点啦！该要想入群的快入群，之后有什么消息都在那边 po 的。他进群了。我有看到一个叫旅馆的人，但是我不太满意他这个名字。你快点换一下。哎，你是芋头，你取旅馆，我会认不出你。你快点改成芋头，你要改成芋头。手机加不了啊？是吗？好吧。群是指 Discord， 我那个群是 Discord 的。哎，随意送礼入群哦，没有送礼的不入哦，没有送礼的我踢掉。今天进的但不叫芋头，你不行，你要叫芋头。手机哪不能加啊？手机明就可以加，拜托。少骗人，手机哪里不能加？哦。好啦，你们想加的人就自己加一加呗。
等你贴板规，我还不能贴啦，我可能要等我公演完，现在还不行。嘿，嗯，芋头。哎，板规哦，哎，你们有模板吗？我是有找到，我什么？我是有看到，我是有上网找了一点类似的啦，但是我其实不太知道应该要写些什么东西，写什么规定，就是很基本的那些嘛，对不对？什么，那什么内容不可以是什么违反道德啊？那个不可以骚扰人啊？不可以什么从事什么在群里有诈骗的活动啊？不可以不要推销啊？不可以在这边洗版？不不不，我不懂。之后这种类似东西，不要吵架之类。对对对，欺骗父母是哦。其他成员乱群的反馈，哎，好啊，你给我看看，放多粉啊，我在多粉看，送你礼物寄给卢卡，你直接送我就好啦，我给你们一个 seven， 给你们一个便利商店，你看你可以就寄到便利商店，对，我可以色色的，我可以色色。不能留其他女生的内容，一头三句话内破功。是哎、欸，真的是一头死性不改。一头要不要加入我的会员？卢卡有问题，卢卡可以提，随意给一个礼物带出去，对啊。随意给一个礼物入群，很便宜，很简单呢，很简单啊！你浪每天登入不都会领到吗？哈哈，一头又回家一个九九九，哈哈！一头，你要不要加？你要不要加入会啊？要加入我会员？我会员便宜，来加入吧！笑死，优惠一头。九九九，哎呦，九九九可以九个月，看有什么好看。哎、啊，我昨天在豆圈讲，你们在豆粉讲，你都没看。比他去买拍便宜多。对啊，我、哦、超便宜的好不好？一个月超便宜，一个月的会费都不够你，都不够你去拍一张拍立得。便宜的芋头，你不要让我失望哦！我就盯你有没有来。嗯，确定啊？那你不是说那种跟那个，你不是说跟那些小姐姐、小妹妹拍立的，一次都要150到250是吗？哎，我入会比这便宜，拜托，还不来？啊，芋头不来就没有人好呛了，不好玩。动作应该还行吧，几乎都能提啊，闲聊都可以啊，只要不要有那种可能讲了别人会不舒服的那种话就可以了，或是不要不要就是一直发广告啊之类的。像青雨，哎，所以芋头的意思是不来，是不是？都记住你，哎，哼，嗯，对，不要贴奇怪图片。哦，对了，你们入群把名字，就是你们把你们的那个昵称呐、啊、名字呐、啊。就是写清楚，不然我认不出来你是谁。就
就是有些什么有些只有数字的、啊、或者有些那种看不太出来是谁的那个名字改一下，名字改的让我认得出来你是谁。谢谢，去改一下，不要让你看名字不知道是谁。对对对，就是这样。你们名字，你们进群后那个名字改一下，改的就是让我看得出来你们是谁，改的让我认得出来。有些我都认不出来，他本名倒是不至于，但是至少就是你可能，至少就是像你的绰号这样子，就让我就是芋头呗。对啊，你写芋头就知道你是谁了。啊，你不要给我写个什么用户多少多少多少，或者是什么 user 一二三这种我认不出来是谁。比瑞 ，hello， 还是不知道怎么进去？那个啊，这个便条纸，这个连接，这个连接进去，随意送礼都可以进去的。真的芋头进去怎么办？那你就芋头二号。他用户名是不能是扣板。对，送礼后可以贴纸上的链接。对，反正搞到我看得出来你是谁了、啊，有些我真的看不出来你是谁。啊，谢谢帮发。诶，为什么跟我上面的人长不一样？谢谢瑞森的玫瑰。复制贴上，为什么跟我上面的链接长不一样？是又换链接了吗？他是直接复制网址那个比较长哦。OK， 行，欢迎加入。我的一些会员啊的规入会的规则啊，什么什么的，我入会的福利啊，那些活动啊，对，会在发，会在那边发，会在群里发。谢谢大家。对，会在群里发，然后到时候入会方式什么我也会就是写出来，你们可以再看看要不要入我的会员。哎，我的会员很便宜的，分享链接有说一点哦，所以都一样啦，其实那就好，反正先入群，之后有事有东西直接在那，我会在那讲。嗯，雨瑞，谢谢你的四叶草屋，好久不见了，我记得你以前常常来的。切到 LINE 里面啊、哦，你要请有在 LINE 的人贴到 LINE 里面。那好久不见哟，谢谢卡丘，谢谢卡丘。谁是 CY 佳佳？你们改一下名好不好？你们快把名字改了，让我知道你是谁。我这样，我想要对你在你有没有在榜单上，我都对不出来。
很多成员的社群都很杂，太多人有点扰民，笑死！哎呦，你每个都有加，哈哈。CY 佳佳是谁？哦，是你哦！啊、哦，拜托，就不能写清楚吗？就不能写清楚吗？真的是，而且青云明明是 QING。是 QY， 对啊，我同佳佳，你加入了，对啊，我你加入了，蛮多开社群的，真的、哦，你说 LINE 群吗 ？LINE 群好像也蛮多，哦，你的护照上，哦，好吧，好好好，我知道是你就好 ，OK。好，你就真的是为难我，一定要让我去猜名字。很可爱的夹子，这是我，这好像是在日本买的耶，一早就这样。晚点去看那个链接，点进去就可以了，就可以加入了。无文字频道是什么？有些地方不适合用本名。那你要跟我讲那个是你？你不跟我讲，哎呦，你不跟我讲那个是你，我就不知道你是谁。你点进去是无文字频道？嗯、哦，为啥？为啥？为什么？是吗？其他人不是吧？这个。这一个，这一个你试试，这一个，这一个你试看看呗。这一个你试看看，看可不可以？烦呢、欸，这个，哎呀，他跳的那个通知害我挡到我弄那个卡片，好靠背哦，那是，哇 ，OK， 好，今天是浪最后一场，是我以 AKB 身份直播的最后一场。听到什么好玩的？没有什么好玩的，没放个感伤的音乐，又不感伤，又不感伤，之后还会见呢、啊，不感伤啊。我觉得之后见面
更有机会。因为 AKB 仙女之后就不是 AKB 仙女，之后就是仙女。先用光光浪花，之后可能，久久会用一次这边吧，也有可能用 Twitch。就是之后再说，之后在那个 DC 群会再讲，带你们出去玩，带直播带你们出去逛逛，到时候去做出国，然后到时候出国玩开直播，就跟我一起出国玩，让你们感同身受这样。哎，有这个机会的话。一起去城市摸鱼面，直播吃摸鱼面。谢谢雨来的啾啾你，耶！你对你分享生活有兴趣，可以看 IG 广播。没进 DC 的可以看你的广播。什么是广播啊？ IG 有广播、哦。巨城吃烤肉，有巨城，巨城有加烤肉，不是很 OK。哎，强大森来了。嗨，强哥，我们还在说呢，你怎么不来？你怎么不来？你最好给我编一个合理的理由，你最好给我编一个合理借口哦。你为什么那么晚来？我近期最后一场哎，哦，哇，粉色香槟哎，真好看，谢谢一瑞，真好看，嗯哼哼。睡过头、oh, OK OK Fine Goodbye 哈哈哈哈这是啥唱歌你听谢谢你哦 OK 好睡过头 OK 太棒了真的是太棒哼啊太棒了你啊都最后一场你这样子。你都吃过哦你说烤肉吗没有啊。没有都吃过。我就吃了那个四楼那家。啊太多炒茶。啊太多炒茶不喜欢。你在认真跑步了睡觉哦原来在睡觉这差别也太大了吧睡觉哎、欸、可是芋头你是芋头哎、欸、你芋头地位也不高了我今天怎么那么近因为我今天穿睡衣我不想让你们看太多居然不是跑步真的是，一起再去吃一次。哎、欸，好啊，我我半餐会，我们去吃。对啊，刚才有说，哎呦，你好自律哦，还会跑步啊。什么时候可以展示？没有时候可以展示。哎、欸，芋头现在在很努力的把别人的地位拉下来。芋头现在在很努力的找人帮他垫底，不然他是最后一，不然他会是一直是垫底那个。他现在是在好坏哦，他把别人拉下去。
对啊，芋头好努力的在拉低其他人，坏，好坏哦。芋头好坏，强哥居然跟芋头好，好吧，你们两个，物以类聚。阿嬷叫他去吃水果，笑死我！哎、欸，对啊，好啦，他很诚实。哎、啊，好啦，我看在他有诚实，给他诚信分，好吧？我看他很诚实，好啦，那就原谅他。芋头就芋头不诚实，芋头都满嘴谎言。芋头不仅迟到，还满口谎言。芋头扣分，火锅底料，加班加班吃水果，他还说他忙着想我，骗谁啊？骗人，想我忙着想我不来，芋头是善意的谎言。你为什么要帮他讲话？怎么回事？你现在跟芋头是同一阵线吗？你要背叛我、啊？你要背叛我吗？哼！你以为你帮芋头讲话，他会帮你讲话吗？他没有，他可没有帮你讲话哦。你想多了。你现在不跟我同一阵线，你跟芋头同一阵线。被芋头拉低等级，油腻等级什么、啊？你真的是，我不想理他，我可以不理他吗？嗯，油腻腻，你笑得油腻腻，油腻腻。人家一直上班，哎呦，好辛苦哦，辛苦你了。嗯，啊，向日葵，谢谢。谢谢雨瑞，走向日葵，呜呜，我们不理讨厌的两个芋头阵线的人呢，谁谁谁开播了，我先离开了，拜拜。哎，我好像遇过，我好像遇过，哎，是不是你们？是不是你们之中其中一个？我印象中我遇过，我感觉芋头就会干出这种事。嘿呦，感觉就是卢卡，对，就是。就是卢卡的粉丝，我记得说，哎，卢卡开播了，我先走了。哎，你卢卡开，你在我这是因为你有三个主要的账号，你有三个账号，哼，你有三个账号，你还敢说？只有三个吗？我说三个主要的账号，小小账不知道有几个，小账很多吧。还好你们两个一起的时间很错开。我知道的主要有三个，但我觉得应该增加了，增加三期生啊，增加四期生专属啊，哎，
他一大堆。我现在知道的是主要是三个，但是应该还有很多。我人有没有在很明显吗？你会不见啊，你有时候消失就是去隔壁台了，对不对？你有三，你有好多个账号，你账号可以一直挂在这，但是你，但你的心飘走了。你有，你还睡过头耶！我最后一场直播，你睡过头，你太过分。啊，太过分了，真是。好了，你们，讲话很油腻的，你也差不多啦。好啦，我们今天是不是差不多了？你们是不是累了，要睡觉了？我也要睡觉了。我要想一下版规，想一下群规。哦，呼呼，谢谢雨瑞的玫瑰，钟情玫瑰。呼，想一下版规吧，不，群规要写什么？刚来。对啊，你看刚来，我就走了。谢谢噗噗猫，哇，六连击也太帅了吧！哎，谢谢猫，谢谢我的猫儿的香槟，哦哦，六连击，哇，你太帅了吧你！哇，还有这种特效，第一次见，耶、yeah, ，谢谢。我喊，哇哦，太帅了！你太帅了，真的是，耶耶耶！为什么？为什么强大的声音一副好像？好像是把自己背包剩下的东西用完的感觉，为什么有让我有这种感觉？你为什么一副好像是把自己背包剩下的东西用完的感觉？恭喜你最后 AKB 直播了，咦，谢谢，对呀，最后喽，谢谢五瑞一瑞的小号角屋，啊，芋头，芋头送我玫瑰。工作没收入找福猫和强哥，福猫我还理解，强哥他才不理我吧，他哎呦，他的小账一大堆耶，他要照顾的妹妹非常多，他要照顾妹妹太多了。谢谢海豹的小浪花，耶、yeah, ，最后喽！你确定你给我的你的全部吗？你不是还要分给其他的小女孩吗？维尼熊二 ，Hello， 你好。全部用光光耶、yeah! 你的公司同事、哦、剩一浪花问的有吗？我知道，没关系没关系，你其他账还有很多。你每次都这样子，我记得 有一次有个夸张的，他还、啊、他真的是自爆、欸、自己切去看别人的账号，然后来我这边留着入群，入群卡比较实在。那、欸、你倒是入啊！哎、欸，芋头，我看你哦，我看着你哦，你最好快点，你最好出现，我跟你讲，你不出现哦，没有人好骂。
不好玩。欢迎进群耶！什么啊？没有遗憾。哎、欸，你地下妹妹一大堆拍立得，我的你一张就够了，一张你就满意了？你有点过分哦，无法送礼物啊？真的吗？为什么？虽然你上面给我提到别人的名字，一张才稀有值。啊、哦，太多不值钱啊！啊，那你丢了呗，你丢了呗，嗯，算了，我不要理你，随便你。哎，我本来礼物都只是要都，我只抽给我抽给真正新书，真正对我的奖励值本来就只给真正爱我的人。你这种假的就来，假芋头就算了吧。哈哈，泄气气球，很怕立德。我之后入我会员的，我也会抽礼物，每个月会抽小礼物，也可能也会抽拍立德。你们有兴趣的可以加入哦。先休息了，晚安。我也差不多了，我也差不多了。晚安，晚安。你们早点休息吧。加尔纳斯不加，不是，我是说会员，我是说会员啦。之后我会发一个入会员的标准门槛什么的，嗯，到时候希望你们可以多多加入我的会员，会抽礼物哦。谢谢晴雨的气泡水，短暂的缘分，我们可以不让它短暂啊！你可以继续跟我有缘，有继续更长的缘分，好吧？哎呀，希望我们能长聊。好的，欢迎加入。今天花也没有啊，谁说的？对啊，哎，芋头好狠心哦，芋头要这么，芋头要切断我们的缘分了，好狠心啊！我念个排名，第十名青云，谢谢你，第九名酷丽素，谢谢，第八名茶，两杯茶，谢谢你，第七名波汉，谢谢。第六名卡丘，谢谢你。第五名博成，谢谢。第四名吉米粥 ，Thank you。第三名修泽，谢谢你哦。哎，第二名雨瑞回来啦，耶！谢谢雨瑞。第一名我猫，第一名猫儿，猫儿，耶！谢谢你吗？不等你切账号啊！你说的啊，既然你都说了，我等你啊！快，你现在切账号，你现在切账号，然后冲个第一名吧！算了，不要欺负你了。送什么福利给大家？排名前面的人，福利啊、哦！福利就是你快点入会。入我的会员，你就会有你自然而然就有福利了。你放心啦，那个我们的第一名不缺福利的。
到时候，我看他会，我看他之后会手握一叠我的拍立得，强哥主账来是不是？那个路卡账。哎呀，你看我就知道，谢谢长哥的主掌的礼物。怎么换名称？对啊，还要研究怎么换名称呢。Good night。啊，大家明天放假，大家最后一次啊，最后一天要上班喽。主账，你就主账，你承认你是不是这个账号钱存的最多？周末跟你加油，好的，谢谢你，我会加油的哦。嗯哼，公演啊，会加油的。谢谢小夜幕的气泡水，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王子有啊，他们不是放王子的吗？我是不能传啊。哦，对啊，这个王子，星期六可以去了，耶！我会加油的哦。会加油的，大家晚安，拜拜，拜拜，公演见，拜拜，公演见。